这边。放开我！鄙人郑板桥要见马桶畔家的教书先生黄慎。哟，郑画师。哦，好，请跟我来。好，谢谢。请。注意了，下面跟我念：朝辞白帝彩云间。朝辞白帝彩云间。千里江陵一日还，来。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。两岸猿声啼不住。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轻舟已过万重山。这首诗是谁写的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是李甫，是杜白，是李甫，杜白，李甫，杜白，李甫写的，杜白，李甫，杜白，李甫，你们是怎么听课的？怎么听的啊？李白、杜甫，你们给我把名字给我背熟了。哎呦！坐下。哎，老师。板桥，板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，刚到。啊，等会儿啊。你们都给我好好念书，听见没有？不许再胡闹了啊！来，过来。板桥兄，看你这样子，好像有什么事儿。是的，咱们去敬业精舍找金农、汪世慎他们再说，好吧？好。哎呦，王先生，您这次来是听唱还是听曲儿啊？啊，都不是，我是来找大掌柜的。啊，找胡四爷呀？啊，有要紧事儿，请你禀报一声。好，您稍后啊。四爷，请。哎，您来了。哎，请。王先生，你找我？哎，胡四爷，我是给你送货来了。妙龄女子，才貌绝顶，四爷脉搏。人呢？谈好价，我带你去看货。哦，里面请。四姨。嗯。说吧，是个什么人呢？芳龄十六，琴棋书画样样行，花容月貌，父母双亡。该不是侵犯之后吧？哼，信得过你就买，信不过我去找别人。依我之见，四爷，你这红月楼没有一个女子可以与她相比啊。开个价吧。1000两。我说你该不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就回头见了，胡四爷。慢，带我去看看货。行，不过一切得按我说的办。哎，板桥啊，板桥，板桥，来来，都来了，你们都来了。板桥，板桥，回来了。啊，路上还好吧？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你们坐吧。啊，哎，好，坐吧。哎，走，走，坐，坐，坐。好。你们一离开京城呢，就出了大事了。啊，钟大人被人陷害，被皇上革职削官，送到三法司了。怎么回事？下去吧。
那你快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这事说起来啊，跟你我还有瓜葛呢。你们走了以后啊，四爷这就到了，来姑娘就在这儿。卖箩筐嘞，卖箩筐嘞。人还在吗？哎，在上面。四爷请。啊，跟我来。请。哎，您小心。四爷，就是这件。是，我说了，他这间房子包出去了，你们就是不信。夫人，您自己瞧瞧吧。您瞧。你们找谁？啊，对不起，公子。这位夫人她想包这间房子，我说有人住了，可她就是不信。哎，这您看看。说的真是没错呀，长得有模有样的啊。没什么事儿了吧？哟，没事没事，对不起。哟，好一个潇洒的公子啊，长得真像一个千金呢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打搅了打搅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姑娘不错。我说我要了。那是。不过话得说明白，不会是个男的吧？哎，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？这还能开玩笑吗？他是男是女我还不知道吗？哎，这么吧，你要发现他是个男的，我立马把钱退给你，还不行啦？那好，走吧，把钱付了，我来拉人。走走走走。钟大人是受小人陷害，才遭受着不白之冤的。小梅是忠良之后，咱们得想办法把她给安顿好。那她现在在哪儿？我给她留了一些银子，把她安顿在广元客栈了。可是放在客栈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咱们还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才对。是啊。王府家呢？你说我那位王府家是不能去的，他的那位夫人非把梅子吞掉不可呀。皇婶你在扬州又没有一个窝，他家又不能去，我们的妻子又在身边，这天长日久总不是个事啊。哎，看来只有金农你这个敬业精舍了。好，哎，鄙人再怎么说养个个把人还不成问题。我从乡下请来的丫鬟哑女可以陪陪他，各位放心，我就算领个小妹妹就是了。是啊。哎，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小梅姑娘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走，走，咱们走，走，走。啊，来，好，来。C，你们在这等他，我去把他骗出来。哦，你好，人还在上面吗？对，还在楼上。啊，你去吧。好好。谁呀？小姐，是我呀，我是你的家奴王明德呀。王明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姐，小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的家奴王明德呀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是来告诉你那些字画都是马扶头的，说是老爷不要了，我又不识字，就是想卖几个钱养家糊口，谁知让金美芝给碰上了。小姐，奴才该死，给老爷惹下大祸了。小姐，
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起来吧。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，快起来吧。奴才该死。对了，后来你是怎么到扬州来的？小姐，小姐，老爷抓走以后，他们对奴才就看管的没那么严了。奴才在晚上趁着天黑就偷偷的逃出了牢房，怕人认出来我，我就一路逃犯跑到了江南。我听人家说这扬州好，这里有钱人多，我就到了扬州。刚才看见小姐女扮男装，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那以后你也打算怎么办？小姐，奴才就在那边街口一家作坊里面找了个活干。如果小姐有什么跑跑腿儿、扛个东西，一定来找我，我一定尽力办。多谢你的好心。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我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小姐，奴才干活的地方离这不远，小姐跟我去看看，去认认路，以后小姐有事叫我，我好为小姐尽力呀。也好，咱们走吧。啊，好，小姐请。小姐，这边，这边，哎，跟我来，这边。你看这边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走！干什么？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走！你们看着吧，别走。来来来，就在上面啊。来来来，哎，就在这儿呢。梅子，是我呀，板桥哥呀。梅子，梅子，哎，老板，哎。刚才我们屋里那个少爷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啊，他一个人上街去了，也没说去什么地方。哦，哎，咱们先到屋里坐吧。要说他也不会一个人出去啊，你看咱们是不是先在这儿等会儿啊？